啊，就按摩椅就放你房间，你睡觉就要到沙发去睡啊。也就是说，那你是睡觉的地方，是可以啊。但我没有按摩啊，我们想按摩就可以去你房间按摩啊。那不行啊，这样我又没有地方可以睡觉，你就是睡沙发。没有，我要说我要把沙发卖掉啊，所以客厅就会空空的。